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 玩火之剧，我是鸟，今天玩的是 Free Fire 的团队毒蜥，也配不上 Potato 的队友，是高手玩家、新手玩家，还是老手玩家，还是小朋友玩家、大人玩家？是我们班群老师说，哇，他们讲话了，思思思思，他们说思思，是真的吗？他说是真的吗？那是哎，不是吗？他马上开始傻眼，是真的吗？好一阵子没有玩团队突袭了，今天又来玩一下这样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我看到一只敌人。啊？哦，有加伤害。不要靠没战队来判断。他们说靠别人战队来判断。哇，还没死啊！我不想死，我有点。大家左边有一只。哎呦呦！被队友打到残血，楼上有一只，楼上有一只队友。哇！楼上有一只啊！他们刚刚想要用有没有战队来判断我是不是尼亚斯。我不知道。他说不知道。他说他还帮我按赞呢。我现在在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。他们一直在猜。我立马去 YouTube 看一下。其实真的思思感冒。他说我那个做一下表情。他说思思感冒叫他做一下表情。然后他说我最近拍片好像都穿这一套。对了，我用绝境凯莉最近是穿这一套或暴走熊猫啦。最近啊。好像是哎。他最近拍片都穿这一套。他说他最近拍片都穿这一套。有一只敌人，还有一个敌人。等一下，我就去上网 YouTube。我看上网是 YouTube。哎，有敌人，有敌人，队友。还没倒，还没倒，还没倒。真的是哎呦，队友不掉，队友不掉。后面有。OK， 救一下，后面有敌人。好，问他。靠你了，思思。有可能的。还剩两只敌人，三打二。哎，我先补掉。哎，等一下，前面有一只。哎呦，倒一，还有一只。哎，在右边，等一下。好、哦、哇。OK， 我刚刚枪被粘在倒地的那个敌人身上。他说 ID 是八马一零开头。很嗨哦。对啊，对 ID 是最准确啦，10726060。这样他们蛮聪明的。对 ID 就不会被骗了，这样。是真的，我要加你啊！是啊，因为之前我有遇到，就是有观众就骂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观众在影片底下留言骂我，他说什么尼亚斯，他说尼亚斯，我在游戏中遇到你，然后你骂我神经病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，这样。他留言是这样写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傻眼，我明明没有骂过任何人神经病这三个字啊，然后他就说我骂他。哎，有敌人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闪电枪，木头后面一只，拉个血，哇，来不及了，哇，队友，哇，太可惜了。然后那个观众从此，然后我有留言给他，我就跟他说那个是仿冒的我，你最好对一下 ID 这样子，不要说都被骗了这样，明明不是我，然后。是仿冒我的人骂你神经病，你就当作是我骂你神经病这样，我就觉得很傻眼。他说可不可以用左表情拍照？哎，等一下，坐椅子，大家一起坐椅子，坐椅子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我没有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傻眼。然后我就回他说，那个是仿冒的。好，拍片做个动作是好 ，OK。然后我就回那个观众说，那你是被仿冒我的人骂神经病，那不是我，麻烦你对一下 ID 确认一下这样。其实我发现很多观众每次都是很自私啊，留完言之后他不会去看我有没有回他，就是我明明有回他，然后他就不理我，然后就接着继续在我新的影片留言，然后就骂我说我是废物啊、垃圾啊、怎么样啊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一个更小灯手机，就是一个崩溃玻璃心碎，你知道吗？我根本没有骂他，然后他就一直认为我有骂他。等一下跌过来，哇，手榴弹炸到我，好痛。他就认为我有骂他，然后他就从此讨厌我。明明不是我骂他，他就因为别人骂他讨厌我，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这样。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对 ID 啊，不要就傻傻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很严重。之前还有观众留言跟我说，如果他是实况主的话，他绝对不会承认他是实况主。他想要低调，他想要谦虚，他觉得我这样很自大。像你们知道，我这个不是自大，我这个真的是避掉很多。
很多争议啊。很少在打牌，不是啊？他要打牌，他都直接打到团体。哦，对啊，没错啊。如果你看我牌位没有、啊、没有一直在升到钻石的话，哎，敌人也是观众啊。如果牌位没有打到钻石，通常就是都就是没有在打这样。你如果看到白银就很正常啊，青铜白银都很正常。青铜的话是我都完全没有打，然后白银的话可能是有人邀我去打排位，然后我可能打一下下这样而已，去玩而已。因为基本上不可能我完全不打排位，然后我就传奇嘛，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样根本就跟开外挂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定要打排位赛才会慢慢升排位嘛，那我都没有打、啊，所以我的排位都会比较低啊，这样。他们就他们一直在讨论我们排位，他们要。都会直接打到传奇，有人想跟我比，对啊，都会直接打到传奇啊，对啊。在打，巅峰的话我是懒得打，因为巅峰很简单啊，就是排位赛开的前十天，你打到传奇，基本上就很高几率巅峰了。好这边，哦，等一下，在这里这附近区域。哎，对，胶带好像爆头 ，OK。队友不要冲下去，不要冲下去，楼下有两只要过来了。哎，队友不要冲下去啊！哎哎哎哎哎，队友啊！啊啊啊！倒了倒了！队友太冲了，这样退太冲了太冲了，不行，我要先退。他们两只散弹的样子，我只有差一把，差一把打近战会很危险。才在看他的影片呢、欸。我先绕掉。总之就这样，就是我刚刚讲到哪里哦？就是观众会误解啊，然后就乱骂人这样。所以说我会承认说我是尼亚斯蹲两下啊，跟大家讲说分辨的方式不是因为我想要大家都知道我是谁，不是，而是避免大家受骗然后误会。我都还吃鸡嘞。那什么我都还吃鸡。他们是打单人的。好，他说啊，他好像说什么他打遇到蓝月亮他还吃鸡，那照你照照靠你照咯。帮蓝月亮报仇的。他说什么帮蓝月亮报仇，那靠你照咯，这一整场团队图形照靠你照咯。他怎么遇到蓝月亮吃鸡？我真的没有，你不要一直欺负我。好了，总之就是，没关系、啊。大家现在就知道为什么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我是尼亚斯，然后让大家辨怎么辨认我，就是因为其实我。我猜猜看，思思现在一定在里面，在那边笑笑。他说一定在笑来笑去，笑来笑去。通常都笑是有笑啦。OK， 总之就是，你们不是 YouTuber， 你们未必会懂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。你们只是在猜，但你不是我这个人，所以你不可能完全懂我这个人是怎么。怎样的一个人？你只是隔着荧幕就可以认，你就可以认识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？我觉得不是，这样子太肤浅了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为了我让大家去认，哎呦，就是我教大家怎么认我人是哪一个 ID， 是怎么样认我本人是怎，这是哪一个正确的认法，就是为了这样子避免争议。那如果我不教大家怎么认的话，那我不就到时候人家随便乱认一个小朋友骂他神经病，然后就当作是我骂的。那我们就莫名其妙，然后到时候人家如果误解我这样，直接抛文抛出去，然后其他一般观众也跟他一样误解，说是我说人家神经病，那我不就更衰，对不对？那也不会有观众，也会有很少的观众跑出来帮我讲话，因为观众其实就是只是看影片而已啦。大多观众都很现实，但这没有错，我不是说这有错，正常人都是现实的。哎，怎么又只剩我一个、啊？所以我觉得说，我还是为了保护自己啊。哎，我看到旁边有一只，为了保护自己，我还是教大家怎么辨认，就是正确的 UID 跟那个大头贴，不然到时候又有乱七八糟的。哎，敌人来了，哇，还有三个，敌人在蹲，都是关，全部都在蹲，这画面太好笑了。总之就是这样啊，就是我会教大家怎么辨认，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啊，不然到时候。那个仿冒的小屁孩又骂你们神经病，骂你们废物，然后你们都当作是我在骂你们，我就很无辜，你知道吧？超无辜的。对啊，常常会有观众说：“哎，你亚斯，我遇到你，结果你都怎么样？都骂我啊，都呛我啊之类的，就关我什么事情？我基本上都不会呛人这样。所以各位观众这样懂了吗？其实我是一个，我也是想要当一个谦虚的 YouTuber， 可是没办法，有些事情就是很多人很喜欢放大。那我为了保护我自己，不要被人家抹黑，所以我就只好教大家辨认这样。对啊，我们绕路一下吧。哎哎哎，狙击，等一下。哎 ，OK，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吧！我躲到车子后面已经至少要半秒一秒嘞、欸，怎么可能打得到？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哎、欸，好夸张哦！他不可能那么，对啊，很夸张哎，这是怎么狙到的、啊？
这个很奇怪、欸，这个玩家很奇怪、欸，是爆批吗？还是外挂？我猜应该是爆批吧，还是外挂？不知道，就是很奇怪那个位置。他刚打我一枪，我扣血，那很正常。可是我已经躲到车子后面，我还被狙死。台枪不是很恐怖？他们说台枪不是很恐怖，他是说最后这个。但是我最后这个对，而且我输出3000多哎、欸，整场最高哎、欸。可是我的击杀数比对面的敌人还要低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不要，好奇怪啊。那个尖峰是别人带你的。我的输出3000多，结果敌人跟队友输出都比我低，可是击杀比我高哎、欸，这也超奇怪的。打上去，然后再给别人带。还是说我的那个输出队友帮我把那个敌人补掉了？就刚好捡到，不小心捡到头吧？我只能这样猜了。我输出整场最高，超奇怪。而且刚刚那个狙击枪最奇怪，就是打到第一枪是正常，可是第二枪我已经在车子后面了。他那个狙击的，哇哇哇，太可惜了！为什么刚刚这个队友要蹲下来啊？他其实刚刚绕到掩体后面补血就好了，他瞬间蹲下来那个。好吧，这场很可惜啊，但是至少队友有观念啦，不会说是没有观念，直接站在空地给人家杀这样，至少还是稍微有观念啦，很可惜啦。好啦，我平日晚上6点发片，加入到是早上9点，大家记得准时收看，每天都一定会发影片，100%。好，记得不要错过，用订阅内容，不要用首页，因为订阅内容可以看到每天你订阅的 YouTube 的影片哦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